刚刚讲最后预言发生什么事情，这句话我觉得很重要。和和就是说，韩市长能不能夫妻能够和谐，家事和乐，然后呢能够成就这个大局，要看看上天的意思和他们的努力。还有一个讲到生贵儿，这可能也许是个未爆弹，因为这是恩主公一月六号特别说的，就是选前还有一个大事，他出的是这个19000的这个签诗，叫什么？生囝就对了。